我一定要甲英到三工，我有当作是少的观念，然后院时阵，伊无够甲给性命，嘛要甲我救，我就欠伊一分温情啊！啊，搁再讲，你三妈无死啊，无人爱收着伤害，我拜托你较冷静了，莫冲动好不好？你拜托对我情绪勒索啊！我以为着你出卖我的良心，讲了假啊！我袂阁相信你啊！不是，你听我讲，拜托你，敢放过我？你莫冲动，好啊，较冷静，你较冷静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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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，我真正无要杀伊的意思，我真正是无。赵强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知啦。那那这边是安怎？宋美，可是他当天在这走去啊。我这个时阵绝对袂用出代志。赵强，你一定要跟我斗三工。 这是意外，无人希望这款的代志发生。我真正是无要杀你的意思。你当初你若是会当较冷静，站在我这边，嘛袂发生这种危险啊。若是会当回来，只要你答应我，会站在我这，我绝对不好阻你的。不是，代志发生了足紧的。 我法度送你去病院做急救，但哪会当安尼啊？啊，不过强哥甲你保证，过一阵嘛，因报销成功了，我一定好好处理你的后事，甲你的名重新写入去顶关。好啦好啦，啊，到时阵哦，我一定替你甲白薇扛紧包伊，让你哦足吃牙的，底下袂互人欺负我。 好强，我刚才有你跟我斗三工，才让你见到甲如此的尸体处理好势，若无我真正是不知要安怎才好呢。如此自细汉到大汉，命就无好，想不到到尾个安尼，伊遐尔欢喜，要替我庆祝我的生日，结果我的生日变作伊的忌日啦。你莫安尼想啦，等我嫁进世界集团了后。
我保证，我一定好好替伊办一张法会，让伊会当好好去超生，后世人做一个千金小姐，啊，不是不是，是皇室的公主啦。是楼上卡来的。小姐，小姐，什么关机啊？我到时阵，有人去怀疑。先关静音好啊，无后盖阁有人卡来的时阵，较免有人去怀疑。啊！你不是讲关静音啊？哪会阁有声啊？好啦，较冷静的，这是讯息啦。哪会拢无接电话？这么无用哦！伊在问王如琪呢，是要怎回答伊啊？我来处理。麦克卡来啊！我等要出去办代志，煞拄到我的后母走来搞我讨钱，我就赶紧避起来，所以我今麦无法度跟你联络，看完再讲。可恶啊！这后母敢想要讨钱尔，若不是我唔知影伊即马伫咧倒位，我早就冲过去好好甲架死啊！恁等下，早晚让朱丽萍害甲人掠厝拆，鸡仔只死甲无半只。你这个好吹，出去！我你讲啦，草原分到来，你让朱丽萍害死啊！你干嘛有用心？你这只小狗是咪讲啥？出去！陈兆贤，你嘛是做阿公的，敢讲你袂替你的金孙讨公道？你这点啦？等。这老妖婆是开销是白操话啊！伊的话千万唔通相信啦。拄则伊讲到超越甲金孙啊，结果呢，竟然完全无听到，我若想要尽全力，把伊豁出去，所以你讲的敢真正是事实？超越，你可是出意外，所以才无倒来看你。伊是因为今日无法度接受，才啊我替伊暗卡。我嘛无想要骗你，所以今日真正无用。心期待，等待金孙呢？你莫安尼啦，超越伊真正就烦恼你的身体，你较坚强也唔好。你想怎啊？老蔡，你真好打，你搁拍我查某？我管他是啥。你讲我命中带煞，伊这是命中带结束啦。你都还袂出伊入门，伊就甲黑旗旗团部甲倒去。如果害小雨替你担罪，即马往关的路啊来，连超越八道来的囡仔都会去去死。小雨失去头一个囡仔，我失去我的金孙，这口我唔去甘免讨。伊嘛是要借这个机会，甲你平分部落。伊什么款的人，我真清楚。伊哪有可能跳过去害超越？那你去问伊啊！你明明嘛知影伊有啥罪，对你万分入骨，这边等啊，都是要甲恁陈家母家弄假山体。伊煞超工带超越去找伊，害超越互伊洗面。超越正在心神不宁的情形之下，无看到有车开过来，我倒害囡仔闹脾气。你讲伊唔是超工，我真唔信嘞！唔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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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啦！我们。我老公可能要害超越，伊要倒来给他
嘛是我的孙，你嘛还爱叫我阿妈呢？我跟苏兰是因为我讲我要我一条命，我只能给他转来。董雪，董雪，真的相信我。我是为了要做动江东林，去到草原一家路，我是害爸母做进这个兵给我生，我不是跳江外国草原。好啦好啦，你根本无啥甲解释，只是人想了解伊人就是我，你的为因此是我上该了解。陈忠信，你现在是目睭脱汤啊？是，参照朱丽萍这种老菜脯，你嘛会当食到出片是非不分？伊也是我的金孙呢，你竟然讲遐尔相信伊，管伊何伊牵咧行？你家己做孽就准倒煞，哪会当害死我的金孙，害小雨想要做爸爸的愿望破碎去？恁家这事实也搁这尔啊凄惨，恁两个人嘛更心死的，尤其是你啊朱丽萍。你是不爽？你是好呗？我当家的是什么事？就跟你在那里叽叽嘟嘟啊！因为我这是小月亲亲妈妈，只有我这是上关心你的了。朱爱萍，你个小王子冤枉冤枉啊！这就是犯法的，就可以了。陈忠信，应该也认你的人哦，是朱爱萍啦，伊这是地下来衰歪鬼啦！出去啦！快闭呀！是嘞，是嘞，是我不敢超越不好。我怪伊几工拢敢接我电话，但是超越真正出代志。是你应该较早我知影，你知无？曹月今摆囡仔抱起，用真艰苦。你今摆心情安那？伊话发生了，阮拢随家送去陪伊，啊，我囡仔抱不掉。曹月精神的时阵，知影这件代志，手脚冻的，哭个死死昏昏去。后来，当伊阁精神的时阵，有较冷静啊，伊就甲我讲，叫我想卖甲你甲温瑶讲这件代志，因为惊伊用你的身体甲温瑶的心情，我只系答应替伊温暖。初月这囡仔真正是足坚强啊！你讲起，拢爱怪我，那不是我少年时阵甲杨香水结这个玩笑，以前嘛，也被大将爷，害你个草叶都割输的呀，我头一锤，用球枪，可是只害伊囡仔无个。我要去超越我清醒到回去的。无啦，东生，卖啦卖啦，你安尼等到去测到超越对你的心意，以后你要善良，伊袂怪你啦。哦，卖去啦，卖啦。你是卖我当作什么代志拢唔知啊？我做袂到。超越是卖人伫遐度，要找。你这是要倒找伊？伊甲静瑶去看文瑶啊啦！你找袂着伊啦！安尼我就去遐等伊啊！伊为着陈家囡仔无去，我若无真心甲伊回去，我想来袂得过，你敢打？杜兴，哎呦，杜兴啊，我杜兴。Don't you?